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半熟夫妻玩 game。 今天我要来告诉大家非常兴奋的事情哦，那就是我终于集满十个婚戒了，要再来挑战一次十连抽哦，要准备开始咯。天哪，拜托给我佛跳墙，喜气，预备备，开始咯。首先是台南蛋仔面，这个面很好吃哦。你也在做美食生意，同行啊，要不要交流交流经验？哦，好啊，传授我煮面的秘技吧。哦，再来是臭鳜鱼，这只怎么长得有点像僵尸啊？请您不要盯着我看，我并不好看。好，鱼香肉丝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来了一只招财猫，哎，天哪，是隐藏角色吗？哦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天哪，他来了，他听到我的呼唤了，佛跳墙入手！哇塞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现在内心有多么的激动，天哪！弹起婚香飘四邻。你也是闻到我的香气越墙而来的吗？是啊，我是闻到你的香气，没想到你就来了。今天也太欧了吧，会不会再来一次玉呢？那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吧。再来是羊肉泡馍，又是一位 muscle 型男呢。你有看见我的小羊吗？又是肉丝，我觉得我很多汁了耶。哦，可爱的春卷，再一只入手咯。煲仔饭，你又来了。片鹅川。对，又来一只春卷了。哦，我有三个玉品咯，所以解锁新成就咯。让你们看一下佛跳墙的技能吧。那它的攻击呢是 S， 它是属于单体攻击。第一招是影香，可以额外附加目标生命上限 3% 的伤害。第二招是寝居入瓮，命中目标后自身攻击可提升一回合。第三招是有 40% 几率可以让目标晕眩一回合哦。哦，它可以击晕敌人哦，这招还不错哦。然后再来这个是海燕天听哦，它的意思说拥有它呢就可以让海鲜产量提高 25% 哦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战斗画面吧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如果是这下可换我来捉你啦。如果是美人的请求，你们这般梦了，可是会弹空美人。这下可换我来捉你了。
如果是美人的请求。比起夸奖，还是你的笑颜更令我心情舒畅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来介绍一下食物语的小游戏关卡哦。首先来推荐餐厅的客槽给你们看看吧。开启客槽的话呢，可以使倍币翻倍哦，还会有惊喜掉落哦。我们来玩看看吧。好，准备开始咯。这个游戏呢，客人头上会出现餐点，然后它是有限制的时间哦，要赶快去点击哦，才会有奖励。那我快转给你们看哦。好，结束了，我们来看看奖励是什么吧。嘿，获得了很多角色的信物哦。哇，还有5000多的倍币，奖励是不是很丰富？大家没事可以来这刷一下信物哦。那食物语呢，就分享到这咯，来一起收集美少男吧。还没订阅我们的赶快订阅哦，我们是半熟夫妻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